东西方互看不顺眼，这些饮食习惯超震撼。日本更恐怖，是他们的生鱼片，那个鱼还没有死，你怎么吃还活的东西还在那边怎么吃啊？泥鳅锅，泥鳅煮烂一点，你夹起来头会断掉。这加拿大人也是 crazy 啊，啤酒跟 cereal 弄着混着喝。美国人也是喜欢拿那个 cream 往嘴里面倒，放在嘴巴里面。不要忘记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